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好。那我们今天要测的是《公主祭典》的迷宫女王金。那她在战对战、推图方面都是非常强的一位角色。那今天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聊天室有赌盘，那目前有100万的点数对100万，然后我们会先百抽内聂宝会不会中奖？如果没抽到呢，接着我们会在这个头会不会保底啊？希望不要了，希望不要了。但是先跟大家讲，聂宝12月有点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那详细可以看一下这个喷火龙的一个比赛啊，就知道聂宝到底厉不厉害了，非常的厉害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来100抽，看会不会直接带回家。目前聂宝还剩下两个洞，那个分别是爱丽丝的妹宫，然后还有这个牧场里面的一个角色。哎呀，舒服舒服。熊念，等一下有点快，我都还没准备好。啊，熊念，哎呦，哎呀，欢迎来到我的世界。我看最近就很缺钱，省一下钱。没有想到这个实车我们就毕业了、拉饼林施达，哎呀，不枉费我们日版的时候抽到200多抽，哇，抽到好硬，硬包。哎呀，好了，接下来我决定要把石头留起来，耶、yeah ！哦，我的目前石头太少了。又活过了一回合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增加这个片场的时间了，不然人家看到那个片场就觉得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么短？那是没问题的。好，不过这个角色我都推荐是把 rank 数升到最满，然后选择五星，因为毕竟他有这个破防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加攻击。啊，接着二阶段就是你开完大绝之后。太短了，要怎么剪精华录？不好剪。开完大学之后呢，他的一二季都会有一个蛮不错的提升。像一季啊，除了攻击跟物爆都加比较多之外呢，还会加你的那个行动速度，是加全队哦。然后二季呢，也会让破防提升。这边还是看一下满等数值好了，70，我记得进化之后会到100吧，100出。嗯，很不错。大绝是一个范围伤害啦，不过在竞技场应该只能拿来秒后排，就看看状况使用。虽然说可以在竞技场维持一阵子的强度，但是之后的几个角色我觉得更强，像是六星的秋乃，还有笑恋，目前看起来都是蛮强的，稳到不行。好了，然后我们就这个照惯例，我们把角色呢，角色稳稳的升到五星。现在日版在下礼拜21号的时候会有那个新的角色池，目前还不确定是谁，因为当期会有新主线，所以我在猜会不会有公主黑猫，哇，或者公主黑猫要摆到3周年。等好久，等好久。对啊，圣诞笑恋知道会出了，但是这个公主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，都很可怕。天才依旧你，哼，好的，那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。那这个迷宫女王呢，目前这一池到21号。然后当天呢还会有免费实抽，记得要按。那剩下的话就是免费实抽17次，然后来抽泳装纯台版的部分。好啦，也祝福各位快速中奖，然后也不要记得要记得不要忘记帮我按赞，按赞，赞啦赞啦，按赞啦，难得就欧一次嘛，对不对？按赞啦。拜托了，谢谢大家。